Anna 死了，也被判自杀，可能也是谋杀。我看了报道，就是乱写一通，现在都乱判。对呀，在美国法官都判强奸犯赢官司，在台湾也要判杀人犯赢官司吗？我咒你和你全家世世代代做赖妈妈的仆人。外面怎么那么吵呀？一定又是那个送外卖的疯女人在那乱叫。你这样咒人有用吗？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叫我巫婆，那就是对我的认可呀。连牧师也劝我不要乱咒人，真是服了你了。台湾政府应该颁个勤力奖给我，我每天骂官员也会累呀。Tim 税很快就有人会颁大奖给你了，那还差不多。